这个刚才有这个金丹的哈，金丹的诀就是诀转玄空的金丹诀啊。所有的修行人都不离在金丹的诀转玄空哈。道家的真正功夫在九转玄空啊。九转玄空的话呢，我们再把它念一下哈，不要看书。第一节叫什么？九转的第一转叫什么转？啊，大声一点哈，足迹。第二叫什么？念经，都不要看书哦，你好自己念哦。第三叫什么？第四叫什么？进火吧，还没进火怎么得药？得药再进火。拜托拜托，还没得药哈，还没得药。进火也还没得药哈啊。因为采药之后就要得到药哈，得药，得药啊，得药之后呢？老师那个要试。对，是啊，第五个叫什么？进火了。有药的时候要进火了哈。啊，进火之后呢，要去进到哪里？头部要怎样？喷炼啊，要去喷炼它，喷炼头部的顶部嘛。喷炼完了之后，第七喷完了之后马上怎样？要去无火喷炼。温火温阳，啊，第八叫怎样？要怎样沐浴了？不然就要一个沐浴，就是让你的身心要沐浴中，沐浴不是洗澡哈。第九个要怎样？退伏。有一次我在那个狮头山的时候，我在那个闭关的时候，108天，在狮头山的山洞里头的一个小洞里头闭关，比阴霞洞还小的洞。我就站就不能站啊，然后长度也不能没有我身长这么长，差不多到脖子上，我只能蹲着这样睡觉，那高也不高，我在里头。差不多就那个桌子下面嘛。啊，对不对？这个桌子，但是没那么长吧？没那么长，对，更短一点。我在里头就是108天，在狮头山设一栋浴缸，那不洗澡108天，没有洗澡。我那时候在练九转。结果呢？后来呢？我就写心得啊。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师兄帮我守关的，叫做那个叫一位师兄，叫什么师兄忘记了。那个帮我守一个关嘛。那时候师母都是会拿东西来。那但是我在里头的话，我就写说，我现在正在沐浴中。我写一个我在沐浴中，我就写说，我写因为我会写一些诗嘛。他说正在沐浴中，他听不懂啊，他也没看九转啊，他说准备好一桶的热水，你知道吗？说我要洗澡啊，你说我这都108天没洗啊，这准备热水要放个放进来，我哇，什么我在沐浴，怎么要当做洗澡的沐浴？后来看到有热水在，说好啊，手也洗一洗吧，头也洗一洗吧，脚也洗一洗，就这样又把它出来，谢谢他。其实我在讲我沐浴师，那时候我在练九转。看到吗？这有一个这个小插曲给你们听。那这个我们要练这个九转里头哈，足迹练体是怎样？是在一起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如果足迹把这个最重要基础没有弄好的话，你不可能有药可以采，没有药可以采，要得药，这个都是等于就是煮空汤啊，煮你懂吗？空丹啊，主空丹，主空丹，这个丹，土虎就是泥土的土，哦，土虎主空丹，这个就是土虎，这个是土啊，土就是那个斧头的土，土虎主空丹是说你里头没有药，你在烧的时候里头没有蜜，你等于没有药采上来没有用，但是要这个采药到于。毒腐煮空汤之前要有药，一定足迹练己断色欲啊，断色欲就是足迹的断色欲要先怎样？断色欲，男女色欲要先断3年，就是你看到女孩子的心已经没有想要去跟她产生在一起，这个断色欲3年的话，连牵手都不会想要牵。我看他们两个好在一起，我会签的话，就代表还没到足迹练己功夫，他们只好道，好道之学，这样懂吗？这个道我喜欢修，
但是因为如果你们结了婚之后，到了孩子生出来，就开始要去怎样，要去开始要分房了。所以我那时候跟阿兵玩的时候，我为了修行，我一定跟他要分房，不同房间，因为在一起睡觉有一个缺点，怎样？晚上睡觉哈，手抱着这样一个枕头啊，两个就睡在一起，绵绵的。晚上四五点钟手抱抱，哇，他手绵绵，身体绵绵的哈，欲火就上升了，完了，那这个感情很好啊，练不练不了神仙了，因为鸳鸯哈，就是鸳鸯来的喜爱的话，是什么？这不是只羡鸳鸯不羡仙。那我们分房有个好处，就是晚上睡觉自己打坐，他也不吵，我也不吵他，他自己打坐，就慢慢的分开清净了。所以夫妻要修行的话，最好怎样到那个境界，应该知道说分房比同房要好。但是而且在分房之后，两个人清净变成互相的那个怎样修行到这，如果呢情感很好的话呢，你不会为了怎样为了色欲方面去找别人，一吵架回去找别人。我们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讲说，老师哈，我们他们夫妻也是很好的感情，但思想会不一样，但吵吵闹闹。我说你们会不会吵吵闹闹？今天吵得很厉害，两个人都会常吵架嘛。吵很厉害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们就来一个和谐一下。他说老师，什么叫和谐？因为床头吵，床尾和嘛，和谐和谐一下，第二天就大家都不会怕他跑掉嘛，怕他离开嘛。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所以因为吵的时候有意见冲突嘛，很气嘛，啊，晚上为了缓和一下，就和谐一下嘛，就把色欲当作和谐调了，色欲啊当作调心，多痛苦。等到后来他了解，两个人分房到现在三年了，不用调了，也不用色欲了，更棒，包容度跟修行是吧？更棒。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的好在哪里。好在于你分开之后，两个人的灵跟灵，心跟心更那个。我永远不会去找外面的女人，因为没有一个人逼我师姐哈，对道付出这么多，对不对？那再好的女人没有她好，对不对？因为她的亲近跟她的这个配合我们大道的，我们都找不到第二个，所以我们对她尊敬就很高，自己的要求很高。那说说夫妻的分房跟在修道的话。的价值方面，比夫妻一定要绵绵爱爱的那些要更棒。那一般他们不了解，但是如果你修到这种境界，你就了解我讲话是没有错的啊。钻生满三年的话，才叫足基。练级是怎样？心性。打坐中，在一断生意之前，要常常打坐。做到最后你心性的时候呢，会起四神变化。四神变化的话，一干扰你，有梦中梦很多东西啊，或者都一直在干扰你，那个四神变化，只要不把四神调伏下来的时候，没有药可以采。所以一般这个最少三年，甚至一到十年，都在下这个功夫，还没有采药。蔡老板现在也还没到采药，他为了跟我在一起十年了，他现在才全部放下。放下之后说，那你明年差不多可以采了。因为如果你要在闭关的时候，你心中还有接个电话啊，某某生意要找我，某某可以赚什么钱的生意，你今天几乎你不可能修行，因为你要采不出来。因为什么？什么不清净？意念不清净。你还有生命的意念在，你虽然身清净了哦，什么不清净？心不清净，也修不起来，那这个才要就难了。所以我们说九转为什么讲金丹诀，为什么他要放下一切去修，他这样成就就快，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不是好玩的，是说让你了解说修行真的是把一辈子拿当作怎样唯一我这条路要成就的路。所以你看他们真人的话，就把这一辈子当作成就路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因缘成熟未成熟，他要先磨。像那个王重阳，像那个谁磨得最苦？不是，邱长春磨最苦。他在盘溪，你去找盘溪好了。盘溪在陕西城一个盘溪。盘溪去饿肚子，说他一生中要饿十项，找饿十项。他为了寻求饿死了之后，在那边饿了怎样？六年吧。后来到盘溪在上面接近甘肃的另外有一个叫龙门山，
龙门山，在龙门山里头一个龙门洞里头，他拜三个祖师在。第一个哦，这个取这个、第一个祖师叫什么？吕洞宾，纯阳帝君。他说他拜第一个纯阳帝，在讲三帝在最中间，纯阳帝君。他第二右边拜个王重阳帝君，纯阳帝君。他第三个挂一个什么？马丹阳帝君。因为呢，他为什么他有这个三帝？因为他很年轻，王重阳早开离开了之后，然后呢，这个什么邱长洙太年轻了，他就说交代说你还要再拜马丹阳师傅第二次。因此他那时候呢，他刚好每一次要追龙门休息的时候，他都挂给三个牌子，三个羊叫做什么？三什么？三羊什么？开台。所以整个全真教是由他开台的，三羊开台。他在龙门洞七年哦，不出山不离山哦，六年加七年，他真正苦修才三年苦修出来的。所以你全部在陕西，他你我们看在大基山那边的，还有在哪里，在什么什么大基山，还有在什么什么铁扎山，他在那边，那是在云游，在跟你们这样跟着老师这样去跑一跑而已哦，还没有。阿兵像也是在云游中哦，还没有实际修哦。阿兵明年的话才要开始要下去哦，这个提前都还不算哦，他到现在三十几年，三十七岁吧，今年三十七了。他做补习班做了七年，六七年的补习班，在那边哈、哦，我家下去他连来都不来哎，听经没时间，好一个叫没时间，好叫现在学生好多，你不来帮忙就很严重，还叫我去听经，最后他说我们父母亲不去帮忙，他就骂我们哎，叫他拉来，我说我就是给他搞补习班，叫把他拉掉，不要让他跑掉，他还不知道，他还拉我们去给他弄补习班，他骂我们呢。七年之后，有一天补习班叫他收起来，收了赔钱的，一直赔，他就收了，他也累死了，他说哦，搞累死了，放弃了补习班，才开始过来这个地方，短短从补习班丢掉大楼现代化两年而已。对，补习班到现在只有两年。这两年你进步多少？应该蛮多的吧。以前那个真的他人不像人。现在地上，现在可以坐在那边讲课。现在可以上课了啊。可见的修行来讲哈，你没有进入真正磨到心性死掉的话是没有办法，但那生命还很重。好，那我们了解这些过程之后，也大家了解。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等一下讲重点在哪里？在温养嘛，对不对？今天讲到第七节了，从第二节到第九节，时间很快。这两个一过关之后呢，这个时间一次闭关108天，可能一次闭关108天，或者第二次闭关的108天，华真就出来了。看这个期间，足迹电机，我也是经过十几年，我磨了十几年，我磨12年，老师磨了12年，才第一次闭关没有出来，在社会上没有，第二次闭关，在那个关东桥，我才修炼出法身出来。我现在是第五次闭关了，因为法身还要继续修，他一直在继续修。我第五次闭关，母南台叫我去领旨，办全真宪宗道，全真宪宗这个指令，可见得你们说第二次闭关或者第三次闭关，108天的，不管你有没有法身，我都称呼你为道长，我会给你真旨，但是你要闭关以前要108天满，而且要三次，如果没有法身出来，我知道是因为你今世没有法身，但你已经清净无比了。清无比也知道吗？绝对清无比，就是至少你很高了，就到了这我们的异界天，已经从异界天已经上到哪里？色界天了。我绝对会给你，这是一个真子的资格。那一真子，人家叫你叫什么？就是说新道长。如果你到了真子，叫新道长，不能叫你这个什么不行的，全部都是道长了。而且你们这个道子是要称为。
身为上面的叫道长，他一出门就是道长，就23个道长啊。母羊说的，这个什么谁叫吕春阳特别交代我的，吕春阳交代我说，王重阳真人交代我，你只能给我收99个道士，再收下去都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这为攀名攀名攀名来的。但如果你收了99个道士，只有23个会有成就。上面已经排好了，23个成就里头都是我吕春阳的子弟，真正的全真教的吕春子弟，就是他认定为有资格修真人的。那您今天很有福气啊，能够来这边啊，就是这个是由吕春阳祖师跟王重阳特别交代，所以我接到这个指令特别交代我要这样做的。所以今天有这个缘来的话，大家要把握这个好姻缘哈，还有机会有台湾还有一期哈，也可以函授哈。他说啊，我也想修，那台湾这样有的不能，大陆人不能，就到台湾函授啊。我们也允许函授。我们这一期的话，几个人拿道士？啊，王那个妙玉不算，妙玉是上一期的，我再补给他这12个。今天你们上面有7个人来，我看1、2、3、4、5、6，哎，怎么还少一个？因为他就哈，张龙，7个对不对？人家都有3个，这7个可以拿到道子。那还有谁？还有5个函授的，12个人。但是我在台湾，大陆人也可以函授，最后一期的啊，要把握函授啊，函授的阿兵在另外再弄个函授的考试，3个月的话。也有道子，道子的话会补证书而已哈。好，那大家做剩下就跟大家再了解一下。那我们讲足迹练级这个功夫一定要很久，3年、5年、7年、9年不等，因为要断舍离就很难。有一个一有舍离就要把它断舍离，真的如刀割。像茶板说，他有舍离就要断舍离，就好像抽烟一样，抽了烟要断烟很难很难。因为男孩子最难过就是舍离这一关了。一染上的话，那没有他不行的，好像每天要吃饭一样。所以寡人有疾，寡人怎样？好色。君子怎样？君子怎样？什么什么什么好求好求是吧？君子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求，没有办法。君子谁都会好求，何况于我们这些不是真人的境界。可见的这个色来讲，是我们人间最大最大最难度过关的。这一关一定要从足迹练级，是心性的问题。如果说你练级心不够，他说好，我睡一段的，我再还想要做生意赚钱，你练级不够，你没有采药，可见得练级是什么？练到我事业都不要了，我要专心修行了，那才可以有。而且这是真正心死的哦，不要说来道场住了一年，老师说我要想再去做生意。那你来了，你信心有没有死掉？没死啊，那是修天人，天人就是欲界天让你修，修多帅陀天，我会有个多帅陀天的誓文，赶快你们修多帅陀天也不错啊，不要勉强挤嘛，对不对？你懂吗？门没有那么好挤的啊，真人的话，你刚才那个气真怎么是吃苦的？没那么好挤的，都不要硬挤。大，这一次没有成就，还有以后还有机会嘛，哈。好，那我们讲采药得药。采药刚才有讲，采药的是要怎么采法？连吸三次。连吸三次，猛吸三回，对不对？然后在脚跟的前面的3寸，然后吸要这样回，要吸起来，不然的话不吸的话，那个不能采药。得药的时候能不能吸？不能。得药一吸的话，回光有我，损药苗，对不对？必损药苗，哇，那就完了。那得药之后要连退36下，退到膀胱如火热，你懂吗？有点好像得药的药剂的话，有点好像酥酥麻麻，很爽。男女好像快射药，一射又不射，女孩子也要射不射。男女在交媾的时候要射不射，那时候非常爽的，非常爽，贪极爽快，药苗就损掉了。如果呢还没有得到要射不射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把它进火了。药还没有得到药，如酥酥的感觉，很爽很爽，比男女色欲在做那个性行为的时候还要快乐。那个叫做天体的阴阳交媾，不是凡间的阴阳交媾。因为我们有个真阴，有个真阳，它千懂会交媾，不懂这个就不懂
什么叫九转玄功？以前古代不敢传这个东西，现在九转玄功上天很慈悲，让你早日能成就，就把这个德药的信仰告诉你们。德药完了之后就怎样？马上要打坐上来，因为你德药已经得药，很热的时候要把它得药。蔡老板跟我讲说，他得了药之后呢，他想试试看得药，整个药都在于这个什么腹部跟腿退不掉。他说你退不掉就退不掉。他说老师我一个礼拜退不掉。他还打电话跟我讲他退不掉。他说他想试九转玄功，真的很强，哇那个很热，热到一下下面还在热，他连腿都热的，他一直退不掉。他说因为他不懂得去把它进火，不懂进火到烹饪，他没有。他说这个三关没有过关，进火时候要叫设九重关，九重天，要马上去设，从这个怎样，从这个驴尾关，经过甲己关，经过乙整关，要设三关九重，叫做三车，要设九重，到进火之后到里头就开始要怎样，要喷炼，喷炼要怎样，眼入光，用茄子。硬光把这个到火里头用力一喷，跟它偏，用五火给它烧炼。他说米要煮熟之前要用五火烧烧烧，烧到一个炼成丹的，就在这个喷炼完了之后炼它的元神，三四神让它降服了。那这个喷炼完了之后呢，就马上进入温养，就变成五火变成文火。那这个的整个阶段，到这个阶段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在这个期间还是要从足迹店你这个阶段重新做。那这两个阶段是第一节要先够才有药，你这个阶段没有够的话，你五年十年都没有药。所以如果还有生灭心在的话，就没有药。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些真人修行会快？因为他把自己打死，有的三年五年他一下就打死了，他不要再经过那么多。我说有。第八地修行的很快，无影像啊，很快啊，或者说分别都是自心现出来的，他就打死自己很快啊。那这个就叫足迹练解功夫。好，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慢慢进入概念，我们把讲温养哈。